18到18岁不可以看，嗯，好，我的电影通常都是18岁才可以看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国家有这个分级，这个分级是为了保护小朋友，这是社会的一个规定。 希望他们不要看到脱衣服，啊，不要看到美乐，啊，好，可是我的电影，大部分都有脱衣服，啊，或者是做爱的画面，啊，性的画面，啊，但是我的电影拍的尺度，后来慢慢很奇怪，他还是要脱衣服，还是有性的内容。 但是呢，开始有一些中学生的老师，希望他的学生可以看我的脸，因为他们开始发现说，因为台湾以前很保守，华人嘛，很怕谈论性，谈论身体，但是呢，社会慢慢开放，社会开放有很多的原因，很多的原因。